一个人，嘿，来，注入。啊，阿伯平常先唱《白蛋跟回头》，来。伟大哥回头，来秉承再次出场。杨宗宪大哥这首《伟大哥回头》。你有在开麦吗？还是说只有在家里炒饭炒面？
欸，就是在家里而已。在家里有没有营业？有五千斤小吃店。哦，真的啊，哦欸？再讲一次。五千斤小吃店。五千斤就是你们家啊？欸，哇，就是你民权路家嘛，哈，欸，民权路家嘛。妈妈在那边。妈妈在这里。我妈妈在笑脸呐。五千斤的那个叫炒饭跟炒面，好不好？阿哥，干啥？那个炒饭很好。排骨。好，我都要。那炖蛋鸡呢，好不好？五千斤呐，五千斤民权路家啦。哎哎。好，谁好谁就好，全国。好，来，谢谢。谢谢。说来那个。